先生杨氏太极协会主任主席，大同市武术协会副主席，大同市杨氏太极协会常务副主席，大同拳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，中国武术七段国家级锻炼制考评员，国家级社会评议局指导员，国家武术一级裁判员，三星神武术高级教练，2007年担任大同市武术比赛主教练。